第一个得到披头四学位的研究生。一名加拿大女士得到第一个披头四研究的硕士学位。这硕士学位是由披头四故乡利物浦希望大学所颁发。这门科系总共有十二名学生，他们研究披头四如何影响音乐和流行文化。但是有披头四学位的学生要如何寻找出路呢？还有下一个歌手学位会是谁嘞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